有一位姐妹，你的左手，你大概是五十几岁，你的左手很难拿起来，你一拿起指高的时候就会很疼痛。今天神要医治你，释放你的左手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当你举起手的时候，你的肌肉很酸痛，你的手臂的关节也很疼痛，现在神要医治你，奉主耶稣的圣名领受这个医治。 Release your healing power。 主啊，你是耶和华拉法，现在医治我们这位姐妹，让她完全的医治，释放你的医治的能力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唱。本牧师早，早上你的信息陈导的有得一致。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的手，左手打到肩膀那边很痛，拉不上来。过后啊，牧师你在陈导为人做医治的时候，主啊，我是最后一个，那个五十多岁的女孩子就是我 Sally， 我的手真的是很痛。我牧师你一直在晨祷的时候，我一直叫耶稣你来医治我，医治我的手，真的是耶稣医治到我的手完全的康复起来。主啊，完全可以拉松我的手指，我的手一只手可以拉起来，完全的好了。主啊，耶稣啊，牧师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一直在说阿门阿门阿门。当牧师祷告完成的时候，我的手已经慢慢的没有这样痛了。到九点多的时候，感觉完全得医治了。主啊，很痛那个痛没有了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我们又真又活的神，来医治我们。不管是什么病，主你都能医治好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感谢你，谢谢你，阿门。手边上我的一只救助。